我们小区有一只小猫掉到阳台井里了，我们要把它救上来。看这个大金金，大金金，哎，还有大金金，咪咪，咪咪，咪咪，小猫，吃的不掉了，它在下边了。咪咪，它在吃呢。黑白，我的天，哎呦，这猫挺大的了，那不是小猫。那可能禁不住，但是得先做笼子，然后这个笼子又得放到这里去，放这么细的这栏杆里去，这还搬不开。小猫等着啊，我回去想办法。那笼子可以把它就放到这个位置，然后猫就能自己出来了。对，其实能做一个这么细的一个笼子，它只要能进来就行。要是没人，天哪，这太危险了！哎，其实好多小猫都会掉到这种那个地下室的井里去。是。咪咪，咪咪，现在看不出有多深。宽吗？一样宽。这是不是稍微宽一点？啊。再稍微宽点，刚才腿带回去。嗯。好，走。小猫子等着。不好弄。猫的，我叫你啊！妈妈，小明救你啊！靠边，快落地上！就这个位置最好，这个最宽，就这个。猫的等着啊，救你啊！有只猫尿了。标记什么呀？讨厌！还没到底下。猫子上来啊，自己进来，我看不清，不能多就定焦一下，看不清太远了，没法放大了。碰到那袋子了，不钻，不会钻。他妈的片儿，他妈自动标记什么呀？讨厌！自动标记是什么意思？好，蹦出一个。猫子钻进去。
不哦哦。嗯，现在找吃的呢，应该，它就不会往里钻。会钻吗？傻猫的！你手里的线弄一下，捋一下。嗯、手机差点掉下去。哎、嗯，它没进去点儿，那个它应该踩住了。猫子会钻吗？猫咪，你钻进去。我靠，他跟我较劲儿呢！破，他是抓住这个了。嗯，抓住这个上来也行，只要能上来就行。嗯，哎呦我靠，抓住了，抓住他吊着这个呢。把提上来。我靠，我把手机给拿过了啊。不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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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啊拿开吧拿开吧。知道我在拽呢，拍着啊！好猫子啊，抓住了啊，猫子！我怕它出来抓我。抓住了啊！抓住了啊！小猫子。哎呀，太好了！我还抓完机器呢。天哪！来，快上来吧！别抓我啊！别抓我啊！弄点吃的。别抓我啊！小猫子。猫咪，哎呀天！等我拿手机拍，我都不知道要怎么拍了。把那个袋子给我，先把吃的给他。吃的，过来。逮上来了。哎呦呵，就上来了。哦，掉下去了这猫。刚才我们拿这个，那放点吃的，它拽着这个。我说我电视下来找去，我说是吗？我刚才掉头听叫说那个我去了，但锁着门呢。锁着门呢，所以我们回家拿的这些过来。傻猫子！哎呀，可怜那小猫咪。没摔坏，挺哎呦都瘦了，都不知道掉下去多长时间了。快吃吧，那有吃的，把那给打开。这里。猫子，这。这么老摔没摔着呢？是啊，得有两层楼吧。猫咪就是聪明。我给它弄点水喝。我回家给弄水去。嗯。给你拿着吧，我去弄水去。哎呦！哎呀！你手机在哪儿？我手机是好。我说这拍着我还能看。在低了上拍着我还能看见下边。啊、我刚才看半天看不见，我就听着声，我就准备看从那边。我这回去准备一大堆设备，我说试试吧，没想到。猫子，这儿呢，这儿有吃的，看见没？这儿呢，地下呢，这儿呢，哎，小猫，好猫子啊，小心点啊，别掉下去了，知道不？哎呦，好猫子。这有吃的，看见没？
就是这个，这叫什么天窗吗？嗯，天井。这栏杆密密麻麻的。哎，感谢你啊！多聪明！我说他能知道咱是救他的。不知道勒脖子了，勒上了。